傅，你在哪买茄子？这不偏老大爷那里。这打不用了吗？这个想吃回家自己放。不是，我就问问你，呛呛我干啥呀？不是，你说你活的矛不矛盾，累不累呀、啊？那打农药你不吃了？现在社会中人就是这样，互相矛盾。装过屎的猪大肠，你放点尖椒，人都抢着吃。那个装了屎的饭碗，你哪怕刷的再干净，给谁用谁都不用。那洗脚水你给人洗脸，谁都不干。你要是往那游泳池里一看，连男带女的都搁里面泡着呢。有有脚气的，有在里面撒尿的，还有放屁咕噜泡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现实的社会。会矛盾的人生，老公，咱可不能这样，咱生下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咱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破事别往心里搁，那叫破锅自有破锅盖，傻人自有傻人爱。车到山前没有路，咱扔了汽车去跑步，散散心，拜拜火，你照照镜子还有我。不管你活得多受罪，人生万事要面对，咱就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没心没肺人不累，摊上啥事咱办啥事，知道吗？